小蓝不错。饿了吧，小崽子们？这刚喂完大狗，这鸡架还剩了点，让他们吃吧。啊？那你小白毛不能进去。他大了，就是让他那啥，先让他撤出这种战斗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刚才喂狗的时候啊，把鸡架没喂完，剩了点，正好呢，我也不给他们再弄零食了，把这鸡架扔给他们，磨一下牙。为啥呢？他们现在正小的时候啊，老是打架，或者抢东西，咬住那个牙齿的时候，咬住那东西的时候，一直在那嚼，看着牙有点痒，咱们吃点带骨头的东西啊。你就在这吧，啊，让你们吃一下鸡架试试，来，看着我干啥？这边。钻进去但有的还不知道，都能吃着吧？都吃着了，一下我扔烧几个。你看看，你也跟人家抢，你吃这个让你们吃东西的，不是让你们抢着吃打架呢啊。这是一磨牙的，今天让你磨牙玩，嗯，吃正儿八经的饭呢，在这儿。嘎吱嘎吱的，是吧？嘿，磨牙还能听这声音，让大家给解压，让大家解压。有的还不会吃，有的吃的挺好。还护。实际这个时候已经吃进去一半。你俩非得抢一块啊？不是，这小狗王霸占三块。吃吗？啊，它身子底下，它咬了一块。压它的肚子。他咋那么大他肚子？早晨的饭还没消化完了吗？给他拿了吧。要不让他回去、啊。这肚子可不小。实际有几个你看吧。嗯。你这早晨吃的多。咱这样，把肚子大点的那小狗都给他拿回去，剩那个啥的。肚子小的。肚子小的就让他们吃这个，行吗？行。嗯，你就叼着你那一块，咱走了，回去了。呀，没叼住啊。进去了都还没叼住，还有这个行吗？这肚子也不小吧？嗯，这肚子也不小。走，你也回去。三个，这都可以了。就先让他们吃一下。嗯。哎呦，这是外边风刮的是吧？嗯，大风。哎，他俩倒是挺和谐，挨着吃。对。看这个。就把这两只拿出来之后，他们就开始，是吧？人也不护食，正常的吃了是吧？嗯，这下可美了你们。这牙齿准备吃完这一顿肯定不痒了。嗯。怎么着也得坚持两天吧。你一个鸡架有的都吃完了。有的拿爪子摁着，直接就咬坏了；有的是慢慢把肉给剔下来，它再吃呢。咬不太动，有的。咬死咬不太动是吧？咬不动没事。一会儿都这样，你看那边那个多米的那小狗也沾上牙糖了。哎，人家它是慢慢嚼着就进去了。嗯。关键不抢，它就吃的就那啥，就你咬的嚼的比较碎，都能咽下去。嗯、你要是一抢着吃的话，就大块往里吞了就开始。嗯。你看小紫，嗯，哎，自己又拿块肉多的开始了。他咋吃饭像妞妞的，来回甩。甩。每只狗吃相都不一样。你看顶头那个，人家坐底下吃的都。小蓝不错。我把你送回去了啊。
那头又来了，那头。他俩捣鬼，你俩在这捣鬼。你别说这个鸡架，他们吃了这个肚子，它食物啊，看着。嗯，起来了吧？吃完肚子起来了。可以。呀呀呀！让他们吃了之后，从中提取一点钙量。嗯。还有一些，稍微带一些那种微量元素。哎，特别好。就是不能顿顿吃，天天吃。偶尔吃一次行。这。哎呀，他已经抢进来，呀。那你咬走，咬走，别。嗯。完了，一块肉多的，我要不动的话，还是在人家嘴里呢。这一动，我就换别的家了。还有没有？给他拿一块。吃完一次我感觉就长经验了，给小紫拿一块儿，拿一块肉多的，对，把那小块吃，嗯，吃这个，哎，俩爪子抱着吃多好，嗯，立起来了，他知道踩了，刚才都不知道踩。对，这是他看见他哥，他看他姐踩着吃，他也一会儿就学会了。嗯，哟，赶紧吃啊！谁要是给你抢，我立马把他给拉走。下来咱绞肉机直接把这骨头绞碎了，吸收更好哈。我那这两天是不是绞的肉馅全是这种的？全是这种的。对，这叫鸡架骨。嗯，可以看一下。嗯，看见没？啊、嗯，这骨头的绞成直接就绞成那种肉泥了，看见没？鸡架骨发白，你看没看？对，嗯，挺好。没有骨头了，里面都已经都碎了。嗯。咱今天让他们吃鸡架也是为了让他们磨磨牙，也不是让他们咬住之后在一起打闹了，不是那种了啊，就是纯属的就是磨牙玩。嗯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这个一到一定的年龄一定的月数啊，他这个牙齿比较痒，经常去打架，甚至就是咬你铁棍儿，咬这种铁棍儿，你给他扔的稍微硬点东西，他看月数了，变牙了，对。这样可以减轻他这个牙齿痒，嗯，这可以玩。